三字经上都告诉我们，人之初性本善，善人不是坏人呢，怎么坏了？遇人不善学坏了，学佛断贪嗔痴慢疑，外面学孔夫子温良恭俭让，一个人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忍让，你说多好，多么自在，多么快乐，多么幸福，不是做不到啊，这样做到是真正的佛弟子。我们在这境界里面常常一接触啊，很顺自己意思就起了贪心，贪是染，为什么呢？清净心里头没有贪，贪是烦恼，不合自己意思就起嗔恚，嗔恚是从逆境当中产生的，贪爱是顺境里面产生的，这个都是染污了清净心，染污了你本有的智慧光明。白法明门里头归纳的六个根本烦恼，如果再把它归纳起来呢，只有一个，那一个是什么呢？是嗔贪，贪啊！为什么会有嗔恚呢？贪不到才嗔恚嘛，这一贪就贪到手了，当然他就不嗔恚了。布施就是断嗔贪的，这个贪呢、啊，是最毒啊，没有比这个更毒了。布施波罗蜜就专门治这个最毒的烦恼。那么我们要怎么修法呢？自己要深深地去反省，去检点，我在五欲六尘，名闻利养，财色名食睡，我对哪一桩事情最贪爱，最贪爱那个毒是最深，就从这里下手。如果我对于财最贪爱，我就先把财布施掉；我对于名最贪爱，我先把名放弃掉。所以要针对自己的病根来对治，这样才有效啊，这是治病啊。嗔是嗔恚，不能忍辱，不知道一念嗔心起，火烧功德林。功德林是比喻，功德是什么呢？功德是戒定慧三学，好不容易啊，天天在积功累德，一旦呢一桩事情不称心不如意，发了一顿脾气大作了，你的戒定慧三学完全没有了。所以这个无明嗔恚之火啊，把你所修学的功德一下就烧光了。福德是烧不掉的，功德一发脾气就没有了。功德跟福德不同，福德是感得三界的福报，功德是了生死超三界证大菩提的，这是我们要分辨清楚。我们自己生生世世修行，所以不能成就，与这个有密切关系。不但我们不能动气，不能生气，心里面有小小不如意都不可以，也把功德烧掉了。诸位要想在这一生当中了生死出三界，往生不退成佛，我劝诸位同修一定要修忍辱波罗蜜，不能忍也得要忍，你不忍就不能往生。所以在不如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自己要很冷静去想一想，我要不要求生净土，
如果要求生净土，那就算了，不要再起心动念了，保全你的功德，小小忏悔，决定障碍往生。此时愚痴，对于邪正、真妄、善恶、是非利害，没有能力辨别，这个叫愚痴。以学佛的来说，哪是真正的佛法，哪是假佛法，不能够辨别清楚，也是愚痴。佛在楞严会上所说的，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。你有没有能力辨别邪正？不能辨别邪正，你就不能断烦恼障啊，没有办法超越烦恼住。自信里头般若智慧能破愚痴，那自信的智慧怎么生起来？一定要清净心，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。现在人没有清净心，心浮气躁，清净心一定从戒定慧而来的。一个人守规矩守法，清净心才能现起，也就是佛家讲的放下。放下是属于戒，你放得越多，心就越清净。乃是共高我慢，与一切众生心起了骄傲，不能够谦虚，这个是根本烦恼。佛法的修学，无论是大小乘，首先呢要破除傲慢。华严经普贤菩萨十大愿望，第一愿叫我们所修学的礼敬诸佛。你要晓得诸佛是谁，华严经语言觉经上佛给我们说的清清楚楚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不但有情的众生是诸佛，无情的众生也不例外。华严所说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所以礼敬诸佛不容易做到啊。无情说的什么呢？植物、矿、桌椅板凳都是诸佛，你礼敬吗？这个十大愿望头一个就是破除骄慢之心。你看华严里面善财童子就是一个榜样，做学生的人只有他一个，除自己以外都是善知识，善知识就是老师，除我自己以外每一个众生都是我的老师，都是诸佛，都是菩萨。你这个恭敬心才生起来，谦敬之心生起来，共高我慢的烦恼才能够断得尽。此地是疑，就是对于圣教，对于佛菩萨的教诫，佛菩萨的经典去怀疑，怀疑他所讲的理论，怀疑他所讲的方法，怀疑他所讲种种境界。事出世间圣贤所讲的，你有了疑心了，你就不能够决断，没有办法下定决心，没有法子立自己的主意，这是一切善法你就无从修习了。这个叫烦恼困住了我们的自信，信愿没有真正建立，还是有怀疑，有时候相信，有时候怀疑。那么你要多听经，多听呢
净土三经，反复的听，一遍一遍的听。听经是什么呢？听经的功德，断疑生信，帮助你呀、升起深信切愿。假如我真的深信了，真有切愿了，经听不听没有关系。所以听经呢，读经呢，目的是断疑生信，要懂这个道理。有疑，经就不能不听。你要不听，疑根不断，将来妨碍你往生。佛的三十二相我们学不到，但是这个讲法呢，我们可以学习。温文儒雅，和蔼可亲的受辱，不但没有报复，连报复的念头都没有，这是真正的福德相。我们如果遇到这些事情，要随顺佛的教诲，绝不可以随顺自己的烦恼啊！要随顺自己的烦恼，麻烦就来了。随顺佛陀的教诲，正是勘验我们自己的福德有无。自己有福德，就心平气和。学了之后要管用啊！怎样用在生活上？用在工作上？用在处事待人接物？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，一切时、一切处，你所展现的和蔼可亲呐、到这个时候，你就能感化人。自度而后啊，这才能度他了。把自己感化过来了，自自然然就能感化人。人决定要存善心。这些年来，我们提倡四好：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。这个四好的，就跟佛菩萨的气氛相应。什么是好心呢？这个要学佛，佛心是好心，真诚心，决定不欺骗众生。我们要从这里回头，以真诚的心处事待人接物，这是好心。清净心是好心，清净心决定没有污染，心里头有是非人我，有贪嗔痴慢，有自私自利，这个心不清净啊。这些东西通通都放下，心清净了，清净心生智慧。第三个是平等心，平等心呢没有傲慢，跟一切众生平等。慈悲心，大慈大悲，平等的热爱一切众生，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众生，我们要存这个心。好事就是为一切众生服务，随时随地帮助一切苦难众生。说好话，好话是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。做好人，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想想跟佛的教诲相不相应，我们从这个地方下手啊，逐渐逐渐在提升自己，从初发心到无上道啊，这是一条光明的大道，前途一片光明。经上一再讲一切恭敬呢，这个是很有道理的。儒家礼记去礼曰：无不敬，敬太重要。十大愿望第一个就是礼敬诸佛。人要存诚敬之心，不但不会妄动，他不会起恶念，起一个念头就不敬，
净就失掉。晚净，印光大师教人，一分沉静得一分离，十分沉静啊，得十分离。普贤法门是圆满的沉静，他得圆满的离。我们从哪里学呢？从沉静下手，心要真诚，对一切人要恭敬，对一切事要恭敬，对一切无要恭敬，无以不敬呐。生活里面呢，我们一定要求节俭，不要浪费，要惜福。纵然自己有福报，也要惜福。多余的福报啊，分给众生共享，你的福报就越来越大了，你的福报就永远享不完了。不要自己有福，自己一个人把它享尽了，这个错误。你能够布施福越多，你的福就越大嘛。所以我们要布施大福报，自己生活所需就够了，还是积善修福重要。念念为众生，念念为社会，众生都有福，这个社会好，我们的生活当然会过得好。我们没有离开社会，没有离开众生啊。孔老夫子，佛陀，孔老夫子教我们戒俭，佛陀教我们惜福。我们戒俭是利益社会大众，利益正法九住。圣贤教育、佛菩萨教育、宗教教育都教我们忍让，都教我们要与人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。他对我不平等，我对他平等，他不忍让我，我让他，就没有冲突了。所以让，让到底，决定有好处。我一生都让，你问我要什么，我有的都让给你，决定不跟人争。如果与人竞争，这个与佛法根本教义相违背。佛法不争，中国传统圣贤教学也不准。孔老夫子他所教的他做到了，他的学生总结夫子有五德，这五德就是温良恭俭让，这五个字孔子做到了，圆圆满满做到了，自然表现出来，没有一点造作。温和、善良、恭敬、节俭、谦让，做到了。回头看看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这五德，有，佛也具足五德。